有机会有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首先感谢大家呢，在百忙当中拨假莅临来参观我们今天的假日广场。今天的假日广场呢，是我们龙潭乡公所所举办，承蒙龙潭乡公所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早起舞蹈协会能够在这里发挥表现。希望大家接受我们今天的节目，好，我会把我们的节目完全呈现出来，让大家呢有眼福。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个掌声，到时候呢表演的时候给我们多一点掌声。所以说，希望我们早起舞蹈协会的成员呢，能够尽心的来努力的表演，也让我们龙潭早起会的声望能够远播，让我们早起舞蹈协会呢发扬光大，让我们龙潭乡所有的乡民能够来参加我们早起舞蹈协会。在这里呢，再次感谢大家，谢谢。